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春夫。今天是10月8号，现在是傍晚7点钟了。现在天已经黑，等一下去抓一窝这个黑盾，因为这窝黑盾是在路边的，所以说只能天黑再抓。如果是白天的话，有人到你经过，可能被抓，所以说只能在晚上再把它抓掉。现在已经来到山上了，因为这窝蜂就是在这条路的旁边这里，所以说只能在晚上。抓白人抓的话，如果人从这里经过的话就不好。大家也听到里面有这些狗叫是吧？里面是有人的，有人住的，里面应该有5-6户人家在里面。这一窝蜂呢就是在这里啊，大家看这个洞，这个洞呢就是这个蜂门。等一下呢抓的话，先用这个收蜂笼啊，同样的用这个收蜂笼，你对准那里把那些蜂拍出来。叫它起来是吧，然后呢再把那个窝把它挖出来，就是在这里很近，就是路边这里是吧。等一下抓蜂的话可能就拍不到了，因为现在我是一个人来，等一下我就一个人先把这个蜂收了，然后再拍一下给你们看有多少蜂是吧，然后再把这个蜂窝挖出来，挖出来再看一下这个蜂窝多大，应该也是2-3斤左右的蜂窝。现在这个蜂包就挖出来给你们看了，现在大家都能看到了，蜂包也都到了，大家看到了吧？这个是黑盾啊，纯黄色的，有些地方叫做美人蜂啊，这样看到吧，还是挺不错的。这个蜂包晚上挖这个蜂啊不怎么跑动啊，这个蜂呢都不离巢啊，你们看这个蜂基本都在里面了，这样看到吧。等一下把这个蜂窝拿下来，把这些蜂呢全部收走，这个蜂可以泡酒了。希望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吧，这个就是在路边的这个蜂窝，刚才挖了之后呢，这个蜂都不跑出来，我用这个收蜂笼啊根本收不到蜂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晚上啊，这个蜂不怎么跑啊，可能在这个笼里面就装了10-20个，那个蜂基本都在这个蜂巢里面，基本还在里面啊。我现在把这个蜂包的这个壳啊，把它弄破之后，现在大家看这个蜂包有多少层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层比较好的。非常饱满是吧？你看那个蜂盖的蛹就是饱满的蜂蛹啊，这个就是黑盾了。现在这些蜂都做完了，没有蜂了，如果有的话也是多得意。现在我用电筒照的话是照不到有蜂了。蜂蛹有多少？你们看，刚才预估是3斤，现在这样你看的话就是1斤的货啊，也就是1斤的货，非常小。然后疾风有多少？你们看，这些就是疾风，都在里面了，并不是非常多。好了，现在就 OK 了。现在已经把这窝蜂搞定了。刚才看那个蜂包，我预估以为有3斤，但是现在全部拿出来之后呢，大家看到，可能全部称的话就是1斤的货，就是称这个蜂饼啊，一饼饼称。全部称的话可能就是1斤了，然后疾风也不多，疾风就是一点点而已。现在这窝蜂就搞定了。好了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了，喜欢我视频可以订阅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